想买五豆月吃小白菜，包上好吃。包蒸饺。哎呀，别包长上的，长上的你捏不住，一整就开。捏不住吗？捏不住，哪次捏住了？馒头没事哈。嗯。哎，按道理应该八个苞米放在底下。七。嗯。你八苞米吗？好。再给我。20来分钟，肉包子能熟吗？能。行啊。啊、哦，10、20分钟。咱行，接过。黄瓜酱说行。哎，黄瓜酱过来瞅瞅。我说那个长长包子不行，裂口，他就不听我的。你说他哪次不听我的？你说他呢？他都对了。我说你包圆圆的，他不听我的，咋样？我天，包子都裂了，开心的笑了，包子。哎呀，包子，行行行，来来来。我吃这样咧嘴的，哎，快点吧！我吃咧嘴的，这个半有咧嘴。嗯。哎，不够下饭，我再薅俩辣椒去。给我薅俩呗。你好。你好。啥都有。哎呀，我给黄瓜香薅辣呗。这人太坏。这种辣椒辣，我找个不辣的。这种辣椒不辣，我薅个不辣的，我吃这个不辣的，给他俩辣的。哎、这人给我整两个黑不溜秋的，我不怕辣。你叫啥也不辣呀？你看干到鱼，不辣吗？那个就这样好，它不太辣。叫我吃这小白菜。嗯，嗯，大，你看给他乐，哎哎哎，你看给他乐，你不辣吗？辣、啊，硬忍了。小白菜挺好吃，小白菜好吃吗，爸爸？给他乐，老刚才我拿一个，哈哈，辣子下饭，啊，哎，今天我们该晒茄子了。它不变色儿，杨老师，你加上一会儿它变黑了，是吧？嗯，还有这说的，我跟他放点盐。是我一抓里头一嘚瑟就完事了。哎呀，还你姑父聪明啊！一抓里头一嘚瑟，你白扯，沾上点就行。沾上就行。对。还没晒过茄子干呢，哈。冬天不买菜了。你姑父家冻菜，咱家晒菜。你家都冻啥呀？豆角吧。还啥？还有点柿子。还搞粉面呢，这个不行吗？嗯，不知道啊，没试过。搞白面吧。这会儿晒还得油，软呀，不油不行。不油不绿。你晒晒，稍微一软乎就给一糊就行了。妈晒的！你看这么点玩意就干这么久。我跟你姑姑做菜去。行。你看，你家宝马我不会开。